哎，宝贝，我们纪念日快到了，你要不要买 Chanel 的香水给我啊？我们等一下逛完一圈，有空再回来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答应你，等一下回来买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干嘛出来这边丢人现眼啊？那就臭 gay 啦，他。你会不会排斥同志啊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这样问啊？因为我最近发现我好像喜欢女生欸，我怕我们两个会越来越疏远。哦，你不用担心这个啦，我身边很多同志朋友啊，在我的角度看来，他们也只是想要拥有一个性别权利而已啊。那就好。哎，你看那边有 free hug， 哎，真的哎！辛苦你了，谢谢你，加油！辛苦了，我相信我们都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。谢谢你。你好，到凯道。参加同志游行啊？对啊。每年都办，真辛苦呢。对啊，为了每个人的权利，必须坚持到底啊。
表演。